大家好啊，我是小杨哥，今天继续逛股市啊，走，咱们接着逛逛去，看这科技哈、啊。多少钱哥？科技多少钱？要2000。好家伙，那贵，有2000科技呗？现在有好的，有孬的，你要哪一个？你光问科技。我要便宜的。便宜1200。哪个1200？涨的，12涨的。好家伙，连那个连白线都不开，连白线都没有，涨的就400块钱，5个月一个。是的。是的吧？对，是的。涨的呢？这个跟这个上完上下花了1500，最低1500块钱，少了像八百能拿吧？不能拿。这个眼睛咋有问题啊？有眼这八百能拿吧？不能啊。这个要拿最少最低价1200，最低价1200，八百都不少了。少了不卖，你买那么硬的啥？哎呦，狗好脑不知道吗？有没有做过？做的不家务，做的不家务。能去几次？3次。打疫苗打几次？打了2次。有疫苗本呗？没有，俺自己家一搁自己家就打了，就是自己家养的。咱又不上宠物店打去，要那个疫苗本。不上宠物店打也没要疫苗本，便宜点是不？那你两个一天也喊一吗？挣的给你两个。我长得高不要跟兔狗一样，没开通，那你爷、啊、你还想要好狗还不想花高价钱？我来捡漏了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捡漏。行吧，大姐，给我捡个漏吧，没有，便宜的那个好的给我便宜的，我自己养去，少了不卖、那我再逛逛了，逛你别后悔，不后悔。你紧摸啥去？五张，打疫苗了吧？打一针了。那么小呀？小了，都是8-9斤了，还小吗？有8-9斤吗？你捡的？你看看。这是刚出锅的，多少天了？40多天了。40多天还有点小呀。打一针疫苗了。打一针疫苗，打过一针疫苗哈，卖了一针了呗呀？卖一针了。人家检测过了。你看胖。哎呦，怪壮的，确实壮，肉墩墩的。打一针疫苗了，都一针白都带来了。最低啥价？最低5张，没给多要，俺自己喂的又不是贩子。少了不卖了呗？少了不卖。哎呦，便宜的。三家都是自己家养的，俺自己养的，不知道吧？这三家都是自产自销。自产自销。那十月份你便宜的，我觉得那贩子嘞。便宜，俺自己家狗自己训的，你说。对。包还包括。什么都有。你买人家的。公母都有吧？啊，公母都有。公母都有啊，还有4条。这科技不错啊，这金毛也不错。拿走一条了。你这宝贝啥价？你放出来。放出来几张？1000。大娘，你还敢要1000？啊。太敢要了。这咋回事？长得跟还有点像萨摩，像萨摩这个，俺喂的肥豆，它不是小体萨摩呗？400能拿不？400不能拿。啊，我看着有点不大像宝贝，我看看行吗？小公的，人家这长得不像咱宝贝，俺家的宝贝生出来跟这个完全不一样，这咋回事？宝贝，你这一窝生几个？生4个。最多生4个一波。生4个啥？啊？生4个生3？对呀。最多的生4个，生3个。嗯，最多的都4个。你看那个嘴，还有一个嘞。嘴也不像呀，最低啥价？你给我付个以后价吧，我能接受都接受，接受不了我走人。都这些。对呀，你付出来。你叫我付出来，你呢？啊，你付出来，没事，大胆的付出来。400呗。400我可不买。啊，到底多呀？600，最低都600呗，是吧？嗯。600，再往下码的。码不卖，啊？不卖，我少了不卖。你少了不卖了？嗯。我担心你打疫苗了，怪没怪疫苗的？我的疫苗打完了，你这个发言。
发的再晚，病的再小，发的再远没事。发的再远都没事。嗯。打几针疫苗？两针疫苗是吧？这是没洗过澡的，都是老头打的。嗯，都是老头打的。不太像啊。那他姑妈妈几斤？姑妈妈几斤？啊？姑妈妈几斤？谁都拿这个，我没称。有多大？你们让人家有多大？哟，这应该不小了。这样还大。啊，我看哪人家都是，也不敢有那么大。哎呀，你看没洗澡没打理的，你看。没洗澡没打理、嗯，确实是被冒。你看。确实没洗澡，恁多脏，洗完澡立马都大变身了。那是喽。那是喽。没洗澡没打理，这。好好好，弟弟都六百了。对，我不给他留啊，我多回我卖完了，这个他还没得，上回他妈七十岁的人不能发哑巴，你知道吧？都七十岁的人了，不说哑巴。嗯。行行行，知道了哈。也没发完，他叫我给他带狗狗了。昨天说好的给他带过来，连定了一只了，弟弟六百。来到都是他要了。咋卖的？六百。弟弟都六百哈。希望大家你也卖了。等我一会儿有药了，我都联系你。咱再去看看其他狗去啊。